说吧，想听哪首曲子，专场独奏。 母上真美丽大人，见信如无。转眼已经离家半月，很想念你和老爸。得知栋帅最近懂事了不少，很为他高兴。现乖乖汇报如下：小石城是个美丽的城市。 这个公式看到没啊？它应该这么紧，在外轴上。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，住宿、安顿在了校外公寓，生活方面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可以覆盖，不用担心。这里课业轻松，时间也比较多，所以我找了兼职，打工所得还能补贴一下家用，望母上大人笑纳。 总之呢，你的女儿在这里一切安好，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因为胃口不错，还胖了3斤。你们也要保重身体啊！爱你们的静美。喂，静美，我都打听过了。 青山学院跟本城完全没有可比性，你回来吧，我帮你重新找学校。谢谢你，但是我反而觉得这个城市和我更搭呢。又在故作坚强，你就不要担心我啦。我的生命力很顽强的，你是知道的。你打算就这么口是心非的活下去吗？现在才是最好的安排吧。龙爷爷说的对，我的两个孙子，一个在里面抢救。 一个被海水卷走，下落不明。你怎么还有脸站在这里呢？你们都给我滚！我就是祸水，喜欢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你也离我远一点吧。这么愚昧的话你也信？我只是害怕失去更多的朋友。这可不是我认识的张静美。 这是成熟了以后的张静美。静美，不管你在哪，遇到任何的事情，都可以来找我。不管什么时候，请记住，我是你坚强的后盾。谢谢你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如果他醒了，不要让龙儿一知道我在哪里。你们之间的感情，你真的放得下吗？ 我出去。为什么还没醒？不是说所有生理指标都正常了吗？这种病例确实少见。
据我们分析，这是病人受到重大的刺激过后，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启动。说人话，就是强烈的濒死刺激让他很痛苦，所以他不愿醒来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小日救活。是，我们已经在组织国外专家进行会诊。如果小日醒不了，你们也不用瞎忙活了，都给我滚蛋。那我们继续开会去了。搜救队那边怎么样了？还是没有消息，但是我让他们不要停止，不要搞固定一支搜索队上，要悬赏全世界的搜救队，赏金1000万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龙家的孩子无论生死绝不会让他流落在外。这家店不错呀。是啊，来吃块蛋糕。给你。昨天谢谢你啊。送我的什么呀？你看那什么。对呀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现在天气条件不好，特别是海面上有。我不想听这些，我只想知道跟海一有关的消息。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找到他。知道了，您放心，董事长，我们24小时在不间断的搜索呢。一有新情况，马上告诉我。好。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菩萨。夫人，夫人，刚刚金家少爷来电话。说是要去探望小少爷。喂，小溪啊。醒醒吧。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。我知道你能听到我说的话。但你就是想在这里当逃兵。你知道多少人在关心你吗？叔叔阿姨憔悴了很多，还有爷爷。爷爷每天都吃不下饭。你可以安逸的躺在这里，可你想过静美吗？啊！出事之后，他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，本城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。他的痛苦，谁帮他分担？你正眼看看这个世界。他不会因为你的懦弱而停止转动，那些爱你的人、关心你的人，会因为你的懦弱，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。龙日一，你但凡是个男人，就给我站起来，把眼前这个烂摊子给我收拾干净，而不是躺在这里浪费时间。来，来，跟着我的节奏起来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来来来来来，干嘛去啊？哎，麻烦让一下。哎，让就下。哎，小妹妹刚转过来的啊？我叫马如龙，这片是我的店。大哥。
跟他那么客气干嘛？你呢？哎，大哥，我操！这么粗鲁，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。是是是。你叫什么呀？你们想干嘛？我就是想和你交个朋友。具体交完朋友，在干嘛的话，咱们再细聊。马如龙，我看你还不如一条虫哎！比起那条霸王龙，你这条鼻涕虫简直弱爆了。张静美，你可千万不能再惹事了，绝对绝对不可以再惹人注目，听见了吗？可是我看到他那副色眯眯的样子，我就很想打爆他的。哎呀，你是想被通报批评吗？你一定要忍住，快收起你的洪荒之力，收收收收。哦，我控制。可是我控制不住了。哎，别走。原来是小马哥啊，是我眼拙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别闹啊！你现在认识也不晚，没事我先抱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看人来人往这么多人，不如咱们换个地方。可以啊，这么直爽吗？行行行行，可以。你说去哪儿啊？跟我来。哎哎，大哥，这小心有诈呀！不是。我平时怎么教你们的啊？做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胆色。是是 是, 是。我来了，小宝贝儿。就这儿吧。啊？就在这儿。现在这儿小姑娘都这样吧？我想和她一起走。行行行行，就在这儿，我将就一下，没事没事。我来了，宝贝儿。怂了，怂怂怂怂怂怂，我真的怂了，滚。哎好，起来快起来呀，躺地上干嘛，快点走走走走走。看来是得多运动运动啊。完了，本来想低调的。哎，你都消了多少个了？32。你不是说消到30个，老大就会醒吗？你这梦到底准不准啊？反正我信。我不信。什么时候能消好？哎呀，你别催，快好了。啊？谁催了？你每次削完苹果，不都是我吃吗？我都快吃你。哎！老大醒了！老大，老大，你醒了！要不要吃苹果？哎哎，哎呀，你这好可惜啊，很久没吃苹果了。老大想吃苹果，我这就给你削。老大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饿不？我去给你买吃的去。静美呢？张静美好厉害啊，就是把人给打了。偶像给我签个名吧。你打倒社会青年那几下简直太帅了。男友力爆表，张静美，我要拜你为师。你们也想跟我一样身体强壮吗？嗯，对呀。那行，那咱们明天早上6点操场上，咱们一起去跑5000米吧。小日怎么样？快让爷爷看看。我挺好的。
我检查过了，少爷的身体情况良好，没有什么后遗症，您放心吧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他什么时候能够出院呢？今天就可以。当然，如果需要静养的话，也可以观察一段时间。老李，哎，赶快办出院手续，今天就带小日出院。好，来。爸，啊，小日啊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挺好的，爸。对了，海姨还好吗？海姨她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海姨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，但是搜救队一直在搜。一切没有定论之前，都往好处想啊！坚持住，哥哥一定会把你带回去的。哎呀，你这是在忙活什么呢？小日刚出院，身体还很虚弱，我给他煲了点补中益气汤。哎呀，这种事情呢，让保姆做嘛。我不放心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哎，那就辛苦你了啊。这点辛苦算什么？只要小日能好起来，小海也能平安归来。小海一直没有下落，我这心里……哎，小日啊，不是躺着吗？怎么起来了？我煲了点汤，你要不要尝尝？还行吗？很好喝，谢谢您。跟我还客气。海姨她……小日啊，肯定能找到。这些事儿啊，你就别想了啊！你现在啊，就要全心的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啊。她一定可以安全回来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还有我。小坤，小日跟我说谢谢。注意到了，注意到了。进来。报告，老师，您找我。郝教练，你怎么看？老朋友来看你，你就这么对待吗？我又没请你来。我给你带了礼物，拿走，拿走，拿走。算了，我走了。等一下，你有健美的消息是吗？他在哪儿？不好意思，你快告诉我他在哪儿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知道你把他害得有多惨吗？那你呢？你还恨锦美吗？我为什么要恨他？错不在他，要不是我冲动，他也不会走。你也承认是你自己冲动。可惜锦美听不到。金春熙，你休想趁虚而入。张锦美还是我的女朋友，现在是，过去是，永远都是。是吗？如果我不想让你找到他呢？静美同学，青山学院这一次能否实现荣誉，可都靠你了。郝教练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参加比赛。在集体荣誉面前，你难道能袖手旁观吗？而且全校都知道，你的武力值
那是超高的。可是我从来没有练过剑道啊。有我在，我会让你的技术突飞猛进。拜托了。心，磨练身体与心智，塑造强大的精神力量。夫为剑者，示之以虚，开之以力，后之以发，愿得视之。张静美晋级决赛。加油，不错，加油。明天就看你的了，加油！我相信，你一定可以取得胜利。嗯。明天就是决赛了，张静美，加油！本届小时成剑道比赛，意外杀出的黑马青山学院选手首次闯入决赛，迎接他的将是历届蝉联冠军九阳学院，谁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呢？此刻，青山学院的选手已经就位。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九阳学院的选手登场。张静美，加油！立！请两队选手做准备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张静美，到啊！没压力，都压力，好，我三没头，来，他干嘛？你到底是谁？